看我在这个滑梯这里发现了什么。哎，这位好像是一个赛车呀。哎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拿过来。哇，哎，我千万不要掉下去。哎，哇，拿过来了。哎呦，掉下去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掉哪边了？我赶快下去找一下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好像是那种变形的飞马玩具。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，它俩只要一碰撞，哎，就会发生变形。哎，不对呀，它俩应该是变成一个马呀。这难道坏掉了吗？哎，不对呀，它应该是坏掉了。我们先去那边找一下那个赛车吧。哎，哎，兄弟们，那飞弹模式怎么掉了呢？我们下去找一下。哇，哎，哇，哇，哎，哎，哇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小伙伴们，看来飞这个模子还是需要练习啊。我们还是去那边看一下那个赛车吧。哎，这边竟然有一个黑暗普罗斯，捡到一个，哎，哇，这黑暗赛罗竟然被锁住了，被锁住了。哎，我这边还有个桶哎，哇，这是一个闪耀迪迦吗？一个闪耀迪，哎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赛罗的悟空形态，我又捡了一个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哇，又捡到一个赛罗呀，捡到三个奥特曼，然后这边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恐龙哎，一个变形的恐龙，哇，哎，它是一个变形的恐龙车呀，这个我知道，然后，哎，哇。还有一包奥特卡包啊，一个炫彩版的奥特卡包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一个捷德的一个奥特胶囊哎。哎，还有一个豪华版的奥特卡包，把这东西都装起来。哇，我们赶快去那边找一下那个赛车。哎，在这里。哇，竟然跑到这么远，竟然滑到这么远呢。哎，哇，这个是个好帅的赛车哎。看一下能不能走。哎，哇，还可以助力的。哎，不对呀。这边怎么少一个轮子呢？好像少了一个轮子。哇，在这里，在这边少了一个轮子。哎，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小的摩托车呀，好像是个小的摩托车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刚好发现这个车呢是可以像蝙蝠战车一样，哎，发出两个摩托车来。哇，下面我们拆一下这两包奥特卡包。哇，先看一下这个豪华包。哎，一个 SR 的泽塔，再看一下这个炫彩版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炫彩版，哎，一个 SSR 的剧情卡，哇，后边呢？哎，哇，一张 UR 的泰罗奥特曼，攻击是16万4000，哇，一张 UR 白金卡哎。